家好，今天我买了七颗虎鱼蛋，要来分享开箱给你们看咯。先来开箱第一颗，再第二颗，第三颗，继续开箱咯。希望可以孵到一颗粉红色的，还是白色的狐狸，咖啡色的狐狸，白色的狐狸，已经孵完了六颗了，剩下最后一颗了。哇！哦，我拿到了樱花狐狸了，在最后一颗拿到了。接下来要让樱花狐狸长大给你们看喽。Ready go！ 锵锵锵锵！长大的樱花狐狸来了，仔细看哦，它的尾巴变成两条喽，超可爱的。而且它的脖子还围有一圈白色的毛毛哦。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坐下，跳起来，跳起来，蹦，抓死，摇屁股，摇屁股。那今天的开箱分享就到这里结束咯，希望你们也可以孵到这只粉红色的狐狸哦。喜欢请按赞订阅，下次见咯，拜拜。